今天来切磋一台所有男人都想拥有的终极座驾，大家猜猜到底是什么车？这绝对是见证历史的一刻，兄弟们！他来了，他来了！不卖关子了，兄弟们！它的全名呢叫 Lamborghini Countach LPI 800。这台 Countach 是为了纪念第一代 Countach 诞生至今50周年打造的。这台车全世界一共就造了112台，这是其中的一台。这个橙色的 Countach 和这个 Worth 两个车放在一块，这个颜色真太爆炸了。如果你们家的车库打开是这个样子的，就要点个赞，是不是？来个小心心啊！ Yo bro, can you show the car to my followers? Far nothing, I don't know nothing. 他现在要给我们展示一下，哇，车门全碳纤维的，这整个内饰和大牛差不太多。当副驾的小姐姐不是？漏嘴了吧？当你坐在副驾的时候，可以看到标识，这个轮眉都是碳纤维的，看到没？橙色的外观是我最爱的颜色。值得一提的是呢，这也是唯一的一台把车型放在前面的兰博基尼。这台车的这个车尾设计和兰博基尼的 Sian 是一样的设计，六个炮筒一样的后尾灯，我们之前也拍过，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。还有。这台车它的四个排气孔非常靠外，可能是因为大牛喷火，你知道吧？之前不是有燃烧事件吗？所以这次把这个往外面放了一放。兄弟们，下次你们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啊！这个车居然有天窗，你们敢信吗？而且可以一键控制，让它变透明。1/112，全球112台，这就是其中一台。我们真的非常幸运可以拍到这台车，这就是第一代空太少50年了。走，现在跟着我去看个更狠的。哇，太漂亮了！全球仅此一台的绿色空太。When is your first car? You said you have the same color. The same color, 19. So I asked them to build the same color. Is it Countach too or a different color? Periscope. 我刚刚问了这个老爷子为什么会选这个颜色，他说呢，第一台兰博基尼就是这个颜色，所以兰博基尼总部直接把这个颜色的车直接预定给他了，然后把他之前那个老的Countach放到这个兰博基尼的博物馆里面去了。这个是这台Countach的设计师的亲笔签字，他现在要把带着设计师签字的这个前板给放回到车上面。 OK, I see. This is the only one who have this part. 全球这是唯一一台带着设计师签字的Countach。 你说这个玩意儿加上去得多卖多少比较合适呢？你们说。老爷子怎么了？这个，我先回去了，走吧，没来由。